原来你在这里啊！我听说你要进京了，朝廷的旨意还没有下来，你这样擅自进京，我有点担心。如果太医现在都束手无策，他们根本连父皇的病因他们都查不出来。而且我还听闻，凤洵他还发了皇榜，重金聘请民间的名医入宫为父皇诊病。可见，父皇病情不轻，我真的很担心父皇，我要尽速进京探望。凤麟，我倒可以推荐一人为父皇诊病。 我师父，世人只知道称赞他的画艺，其实他的医术也是华佗在世。是吗？真是太好了！哎，先别着急啊，我现在就去给师父写信，请他下山。走。怎么这么不小心，居然让他发现了练武场？可见袁月君已经对梁王起了疑心。 这个袁月缺与太子交情匪浅，若他把此消息透露给凤洵，那说不定会让我们的计划就此前功尽弃。你去告诉黑牡丹，要他见机行事，如有异动，即刻出手。是。 谢师傅，您要说回春，凤洵感激不尽。我是为了月征前来，殿下不必挂怀。皇上师乃积劳成疾引发的心急中风，目前虽没有大碍，但仍需静养，不可过度操劳，待慢慢恢复自可痊愈。多谢谢师傅。皇上，你好点了吗？ 皇上出行，龙体尚虚，还需好好休息。多谢谢师傅，沈公公，随谢师傅去开方取药，让太医赶紧把药熬上。是，父皇，雪儿，没事。 师傅，啊，来，这些花送给你。啊，谢谢，真好看，让我把它摆到屋里去。哎，小师傅，我去吧。小姐，你慢慢聊。谢谢。坐。小师傅，这天气都转暖了，你怎么突然做起棉袍来了？啊，因为早年师兄受过腰伤。 耐不住这北疆的寒冷，所以每过了冬天，我就要把他的袍子拿出来，翻新一下，再续一些新棉，以备来年之需。小师傅，你和大师傅相互关心，可是奇怪，你们为什么没有在一起啊？是不是，小师傅心里另有心上人啊？真的。
那你为什么不去找那个人呢？既然喜欢，就要去争取，那样才会幸福啊。傻丫头，不是所有相爱的人都能够在一起的，有些人有些事一时错过，也许终身就错过了。错过的人是不是我师父啊？王爷，皇上的旨意怎么说？父皇已经转危为安了。哦，他还嘉许了本王的孝心。不过父皇认为，目前内东关局势尚未稳定，还需要本王应以国事为重，守关不必反清。又是托辞，皇上总是要求王爷以国事为重。不管怎么样，父皇总算转危为安了，真是欣慰。王爷，我们这次不能借机进京，你有什么打算吗？父皇身体虽已好转，但未痊愈，我们还是要上奏请旨回京探望。皇上。往后坐。谢师父交代皇上要多休息，不可过于操劳。嗨，朕病了这么久，积下了这么多政务，哪歇得下来？皇上，臣妾听袁太傅说，寻儿对政务颇有见地，皇上之前也曾经让寻儿帮着处理过朝务，如今皇上是否可以多分些担子给寻儿？一来可以为皇上分忧，二来也让他多加历练，积累些经验。嗯，皇后所言甚是。哎，传朕的口谕，从明日起让凤寻来协助朕处理朝政。是，皇上。谢皇上。正儿。嗯，多亏你想到请谢师父帮忙，才救了父皇，谢谢你。我们是夫妻，你父皇就是我的父皇，我做这些都是分内的事，以后不许跟我说谢谢了。嗯，如今父皇的病已经渐渐好转，你就不用再担忧了，也不用再冒险进京了。来，爹，这些奏折都是凤寻批复的。听说最近朝中大小事务都由太子处理，皇上很是满意。是啊，如今朝中的奏折都交给太子直接批阅，皇上已经不过目了。我担心若是皇上以久病不愈为由顺势让太子提早登基，这样的话我们多年的心血就付之东流了。若被凤寻捷足先登上了大位，
我们再施行计划，恐怕就师出无名了。所以当务之急，一定要让凤麟能够回京。此事的确颇费脑筋啊。王爷让谢寒白救了皇上，虽然在皇上面前立了一功，可这返京之事却又更加渺茫了。爹，眼下朝中局势变数颇多，我们不能就这样被动等待着。思雨，你有什么主意啊？我想去太子那里探探情况，看看能否利用太子找到协助凤麟进京的办法。也好，思雨，切记小心行事。是，女儿知道。多谢香公公。哎，请四羽小姐稍坐，小人已经差人去请殿下了。殿下是不是很忙啊？哎，可不是，自从皇上龙体为何，这朝廷里的大小事务啊，就都压到了殿下身上了。参见殿下。参见殿下。参见殿下。免礼，请坐。最近父皇身体不适，也没有去看你，希望思雨姑娘不要见怪。当然是皇上的龙体要紧。听我爹说，殿下在帮着皇上处理政务，颇为操劳。这是我家珍藏多年的高丽参，我特意拿来为殿下补养身体。多谢你和将军的好意。皇上这次真是吉人天佑，幸得转危为安，实乃百姓之福啊。是啊，此次父皇能够病愈，还多亏了皇兄和月征他们。是啊，梁王妃请了他师父前来给皇上看病，却被房间流传成梁王要闯京探病，真的是好笑。哦，还有这种流言。不过我倒是很想让皇兄他们能够回京探望父皇，但毕竟边关形势未稳，再说月征也需要静养安胎，不是吗？原来太子还不知道袁月征流产的事儿。都下去。是是。母后，月征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月征怎么了？母后真的不知情。母后不知你在说什么。月征小产了。月征小产是因为被人打落山坡谋害所致。皇兄上书请求月征回京省亲，是希望能用父母的陪伴来减轻月征的伤痛。我看是梁王想回京找的借口吧。母后，
皇兄和岳正惨遭丧子之痛，你怎么还能如此揣测皇兄？母后，这件事情不会和你有关系吧？放肆！母后是不是担心皇兄先有了子嗣会对儿臣不利，所以？真是笑话，他们有子嗣又能怎样？你竟然为了他们来质问我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母后？母后，无论如何我也会让皇兄带着月征回京，我不能置他的痛苦于不顾。凤莲，你想方设法要回到京城，可见心中必有图谋，这是你自己自寻绝路，可怨不得我。